大家好，我酒嘞。中午啊，即摆穿军衫啊，真正是穿军衫啊。哦，我就早就想要有这个作品嘛，很早就想好就有这个造型了。中午穿军衫，对吧？做一个跟地下组织的，这哦，对吧？要创啥的？创一个有诶无诶？台湾政府甲你聊之外。不是啊，你要搞共产党，一定要讲台语。你不能讲 一片那个北京话，那人家会认为你是什么外来的、外来势力啊，什么一大堆的什么中国人什么，一定要讲台语啊。哎，你车哦，哥啊，就做啊，全部拢爱是台湾人，全部啦，加一粒、两粒、三个乌啊就好，一、两、三，袂使超过四个，好。阿不过啊，我这裙衫啊，下脚捏出来啊，绝对不是像 M46 AK48 哦，也不是 AKB48，也不是 AV48，是什么？骗局啊！这个鸟了吧，对不对？看人家武器拿出来，把喷子会拿出来，骗局！别动！我把骗局这样，喷子不要动，我把你的枪口这样夹起来，哦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他子弹打这过来就咻，我要骗几下，咔，夹住他子弹，对不对？唰唰甩回去，啪啊！啊，讲完。